阿满的家就在基隆海边，从阳台远眺就能够看见美丽的海景，但也因常年受到海风的侵袭，铁皮屋的铁架和屋顶生锈严重，一敲就碎，根本无法挡风避雨。好多钱人啊来修理哦，啊人安尼紧修，啊想到食袂落，困啊困袂去，啊袂啊，逐工拢做烦恼，屋顶就是生锈的很严重，啊也有破洞，所以客厅跟那个墙壁都是漏水。阿满有忧郁病史，曾经因为吞食黏着剂而送医急救，此际接获社工通报前来关怀，了解到屋顶的问题让他身心更焦虑，立刻找来师傅协助整修屋顶，从铁架到铁皮浪板全部换新。原来你这顺利已经开始处理到我们做法呢，我十多分的感谢，不再感谢。五天的工作时间，把铁架和浪板都换成耐用、抗寒风的不锈钢材质，也一一检查每一根铁柱的情况，要让阿满住得安心，不再担忧，身心都能安顿，后续的陪伴也不会间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柯世忠，基隆报道。